教导他，不管你现在有多优秀，把你自己完全打碎，然后到日本不要去东京，要去京都，在台湾不要待在台北，去花莲，去体验一个很边缘的感觉，很古老的感觉。这是林怀民给他的学生，一位全世界现在顶尖的20几岁的舞蹈者最好的功课。某个程度离开舞蹈，对所有的人何尝不是如此？不管你的年岁是20、30、40、50、60，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永远记得留住自己一点东西，但尽量把它打碎，然后不断地对外去吸取一些你本来不熟悉的，再综合回来给自己。我们希望在中天的梦想驿站里头，不断地告诉大家，这个土地有多少人仍然在努力的 positive， 很正面的在做他们的梦想。其中我们曾经报道过夏姿，夏姿在巴黎的时装秀，到那个地方去，但对不起了，那是法国人的天下，不是设计师的天下，所以即使网陈彩霞作为一个终于可以带着台湾的品牌第一个登上巴黎时装秀，这有多难，而且在当地的媒体造势跟Chanel完全不能够比，而且在当地他得听属于法国的造型师。但是王陈彩霞知道他的学历再低，他来自于亚洲，来自于非常小的一个岛屿叫做台湾，他就是要走上法国的时装秀，他走得真漂亮。自己的包，对，都自己的包。现在都我好多少年了？这里呀、啊，这第几季了？第十季。Tens， 这次是讲那个后彩嘛，就讲唐三彩。哦，唐三彩的颜色，这特别不容易啊！做了5年了，10季，在巴黎能够坚持下来的亚洲品牌，其实本来就不多的。巴黎大秀前一天，一切都有待确定，服装搭配、发型、化妆师都由外国专业团队打理。Exactly, and if you put this on here, it gets very like triangular,、yeah. you know, because it's like. So, let's, so maybe if you just, yeah, easier、mm-hmm. if we just do the eyebrows. 和台湾作秀，一切由设计师发号施令不同，这里造型师扮演重要的主导角色。夏姿请来的梅兰妮已经是第三任了，她得搭配出最具媒体效应的服装，模特怎么穿，出场顺序都得依她。It's always nicer to have some、color who match.、Mm-hmm. I would say, and maybe not too many skirts mixed with trousers. We have to try until it's perfect. 这天下午，模特儿等着试妆，要让梅兰妮盘算出最佳组合。楼上的店里也没闲着。艺人陆续来了，挑选新衣。很开心啊，可以穿你的作品。谢谢谢谢谢谢广凡，谢谢。很漂亮，这个颜色。这个对我特喜欢。拥挤的空间，轻易的嗅到特别的气息，有一丝丝的火药味。造型师和设计师看法不同。That's why I said you went. She's because she's more famous than Sui. Yeah, she's a top model. Yeah. 要不要跟他讲说，要不要叫一个比较胖的穿？看他整个脸臭成那个样子，因为那有时候衣服我觉得这个人穿不合啊，或是怎么样啊，所以一个这个几天下来都是会有摩擦，可是到最后。还是要大家取得共识。我必须很老实讲，以前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母亲在主导。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最 cultural shock 就是什么都王太都没有办法去做主导，那就他就觉得他快疯掉了。远在那，这不是，这边就是。可以啊，我说。很多人讲说，对巴黎又爱又恨。那你会吗？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就是。一得一失嘛，你就是爱这个，你才会失去呢。可能失去你很多应该去玩的快乐的时光，都是一直在工作，就失去。可是你自己愿意嘛，你也没有花钱。是你。我太会紧张吗？算了啦，下一次再紧张。买布料那一刻就紧张，最后紧张没有用。还不够，现在真的变成大人了，是小孩子吗？希望有一天变大人。香奈儿是法国国宝，服装秀定在气势恢宏的大皇宫一楼，天经地义。下次在宫里的二楼，从楼梯往上看，门面和派头也算到位。我真正模特在 runway 上走，可能大概就是一分钟，有时候连一分钟都不到，可能就是45秒左右。在 runway 上面真的就非常短暂，感觉你都很淡定。那我怎么办？反正一切在我的范围里面，我已经做完了，那再来就听天由命的。We're gonna have Jessica standing there 1 second, so you can take a picture and then you can go.35年就过了，快乐的然后辛苦的都会有啦。那因为你一个企业要做到更好更大，你一定是前面有很多困难跟障碍嘛，那是毋庸置疑的。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那种历练，我觉得还是要来这边才是对的。